的话，我们用的是大奶，这个剧本是大奶要玩的唯一注意就是那个没有种族猪的话，会伤害会降到非常低，所以王冠那个要非常注意。所以最好是带大姐啦，大姐那个是不管你有没有种族猪，都可以把敌人打得冰冰冰冰。啊，那两张就是没什么用，没什么上场机会。但甚至我其实在这一次的梦魇集又发现到罗伊一个好用的队员嘞，就是孤鹤鸟，超好用的。你们去看我那个罗伊的通关梦魇集的影片，哇，真的好用，不开玩笑。百姓怎么样？睡着了？百姓，那个钢铁人，真辛苦了。其实这几天我也睡很少啊。像你们看到我现在嘛，其实我刚刚，我刚才应该往左边一格的。好，我刚刚其实你们知道吗？我昨天关完直播之后，我没有睡觉，我直接一路录影到刚刚的下午四点钟，然后去睡一下之后，然后现在就起床了这样。所以事实上，我觉得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啦，哦，辛苦实况组了，也辛苦各位观众这几天这么多天都来支持我，我绝对不会死，所以什么火屋啦，给他开下去，啊，慢慢磨就行了。好，赞哦，碎啦，通关。我跟你讲哦，这里其实是开这个就好了。感谢 Angus 的港币十块 donate， 你的干爹来 donate 岸北啦。话说这对伙伴傲笑不是比较好吗？不会比较好，因为这对本身自带根性。所以傲笑，没什么发挥空间，嘿，好，出石头，不用吃饭，我还没吃饭，说实话，哦，20亿是不是？厉害，猛的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想想，我怎么过？他不能消木珠吗？但是这里要磨非常久啊，如果你正常在磨的话，所以要打得比较快就是开小结，直接开小结炸。对，开小结炸。不对，开错了。也可以这样开啊，速度会比较快啦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开吧。原本小结变身是要留给那个，是要留给王。等一下的拼图盾，好，但是这边开了好像也可以，就是等一下再开这个，等一下再开小杰变身就行了。Oh fuck！ 尝试一下，好，啊，这个木珠真的是天杀的多呢，认真转。总算要够了，吐血，所以不敢想象这一队如果没有带强度增伤，到底有多难打。记得消水火木哦，那个追打会比较痛一点。哇，卡木珠哎。赞哦。在床上直播，哈，哈，太刺激了吧？什么情况才需要在床上直播啊？情人节吗？我喝一下哦。我昨天有用那个霍恩海姆当队长去玩，其实可以，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玩。好，总而言之，我们先把大奶先过了再说。哦，那个火珠是位置有点机车，然后我现在转得到吗？我看一下，哦，转得到好险，我转出来行。
好，先打他一下试水温，接着继续打。哎，那个木珠位置太拘发了吧？那什么位置啊？哇，打不出东西来，真尴尬。这样，赞哦！水珠是不是卡住了？哦，有点不顺哎，那开这个好了。我怕是打不过去，换我尴尬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吼吼吼吼！哎，我觉得写作好难转。直播很神奇，会让你吃屎也要打过。对，其实直播我还蛮喜欢在直播上试队伍的。有时候私底下自己试的有点闷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直播试一试就哦 ，bang bang go。嗯。我想看一下，我想一下这边要开什么好。好，大概知道怎么开了，试试看哈。猜猜拳，我直接炸一下了啦，五颗，是有五颗啊，大哥，什么意思？我要疯了。颗拼图盾开了，好啦，这次给他机会，就这一次了。大姐，求你了，不要再让我过元节，三次够多了，效果不要再做了，好吗？再做就有点多喽，好，嘣！有时候你还是要跟你的卡片对话一下的哈，哎呦，真的是气死我了。好了，应该是可以了。卡片对话起来，原来是一款对话游戏。神魔之塔是一款真正的对话手游，太神了。好，第五关。然后这边我们要先。故意的放掉这个穴位来，好，故意一下，比如说萧一康这种的，好，然后再直接手转，像之前他有出什么奥丁的更多形态也没出，然后什么恋爱养成游戏这个也没出，是不是越来越混啊？什么？哎，没。讲错话又被冷冻了，我是说是不是辛苦了神魔。我要体谅他哦，他可能是要想要把游戏做得更好，没有空去做这种娱乐的东西，好吧，就是原谅他，我们原谅他。这边其实可以直接转欸吗？不要，我要开技能保险一下，保险过一下，转起来，负面光完蛋了，好冷，为什么会在夏天感觉到冷呢？啊，我可以炸板，然后辐射效果重置，但这边其实你可以爆发全开，爆发全开怎么开呢？先开哦，先开猜猜拳，这他已经死掉了啊。就照着开就行了，四个技能刚好给他死啊，反正下一关那个可以洗技能，所以这边全开是没毛病的。赞哦 ，bow， 该不会是冷冻的气息出来了？冰箱，你当我是哆啦 A 梦哦？22 combo 什么东西？18+4吗？对不对？你想，突然想一个有个词，我想象。到一个设计 logo 会用到的一个词汇，但是脱离那个太久了，哇塞，哦，整个忘记，尴尬，叫反向还是什么？是有个词啊，算了，我想到再跟你们讲，就说我常常失忆吧，那叫什么？
就是会用简单例子，就是你们去看那个，你们去看那个，家乐福的 logo， 它其实是一个反过来也可以看的东西，那叫什么东西？好，这里的话先消。好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称呼那个东西了。我开这个吧，88生命力，然后转心珠，减伤，挡得下来吗？可以。好，想想看。说实话，我这边开这个补不补得回来啊？哦，对啊，土地反转，嗯，破音。对啊，哎，还是有人懂的，嗯，很棒，感到欣慰，还是有设计系的嘛，哦，对啊，土地反转啊，想，真的直接忘记了，在哭着，太久没用了，太久没用那个词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能懂的人应该也是有点东西的吧？如果你懂这个词汇的人，基本上看东西，我说不，为什么我死了？我应该带控场龙科吧？对，九凤控场龙科。好，反正我不想再磨了，先这样。感谢虎姨的30块斗内，阿红最近辛苦，我最近都半夜场，好好注意身体。我有个小要求，不要用父亲，用团长打父亲大人。好，首先是父亲大人，我已经过了，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频道。对，所以就这样，呵呵，谢谢你的斗内。我要看看我开这个艾莉亚的技能可不可以活下来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才回8000多哎，那怎么？那只能开龙科控场去跟他对磨了啊，有点难哎。好啦，吃一下，先过再说，不想磨了。哎，你在火屋，真是尴尬哎。那这边怎么办？叠珠。对，铁柱，反正我们会更新嘛，他打不死我，我也打不死他，那就磨，就是磨，没别的。嗯，我在想是不是要开这个，开铜虎啊，但是加快速度。那，啊，我们等火狐跳起来再开铜虎好了，好。就决定是这样了。我现在已经学会跟那个黑白猪共处了，用黑白猪洗剂的南轮啊，看啊，不要，我要重打了。我刚原本有那种想要重打的心情了，没差哎。啊，那换句话说，我在洗剂人的时候随便乱消就行了，好舒服哦，这一对。哎呦，不错嘛！有时候失误你知道吗？失误反而可以让你发现不一样的打法，赞哦！哈哈，嫩，好，那这里就毫无悬念，毫无悬念，你开一个铜虎，铜虎就算你失误了，那你也可以打他是吧？所以没什么毛病，你这。就算你失误了，你也可以跟他对磨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这样，很棒哎，这一对，赞哦。话说我雪初音怎么还在啊？好猛啊！哎，这样应该可以过。对啊，失误可以让你发现新大陆，不过这伤害怎么那么低啊？哦，因为我们刚才没有种族书。好。那我这边再开一个大劫，五个大劫好了。按珠嘞，哦，走到了。哇，这百变是挺难的。哦，是不是？我真会玩，懂玩懂玩。好，强化盾，强化盾的话，啊，这应该没悬念吧？直接手转也行，洗技能也行。真的，开盾。嗯，好，技能洗到跳起来就没毛病。
好，我转上面好了，好吗？这样子。会拍 GN 吗？今天有 GN 吗？今天没有 GN 吧？出门要戴口罩哦，谢谢林，好爽。行，但我出门的几率真的是很少，这几天我都在开直播。啊，这镜头是不是要下面一点啊？我突然才发现，是这样吗？要有点仰角的感觉。那这边就一定要开铜虎，给他一盒死了。对，他一定可以被我打死的啦。欸，这句话听起来超级像弗雷格的，试试看水温。好，龙哥开了，龙哥等下就重置了，所以王冠也开不到。这队比较难的一代是王三，来平平看伤害，看我机会给他打过去。动动动！其实我觉得不开龙哥伤害也是够的啦。是棋子的味道，有过吗？应该没问题。弟弟没哥哥跟西摩怎么打？没哥哥可以过，但是没西摩的话，你可以换更多的真伤吧，像是马奇之类的也行。其实蛮多种配置都可以过的。弟弟当队长是真的不能。哦，可以见王欸，有没有厉害吧？大奶果然是。正义，这样呢就是正义。你看，我看我血雏鹰可不可以跳起来？如果血雏鹰跳不起来的话，等于说我们这边每回合一定要可以跳起来。对，所以我们这边如果你血雏鹰是跳不起来的话，你每回合要注意掉四抗以上。那么我刚看不到技能，很伤心。GN 不是每周四会出吗？所以要等下一次 GN 应该是下周四吧。干嘛一定要西摩？西摩有几个好处啦，第一个就是解冰冻珠的时候是完全可以跨回合解的，然后第二个是它又有常驻真伤，很赞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你去仔细的研究一下那个阿尔冯斯的队长技能，它其实是击伤于左边的阿尔冯斯，所以你开西摩的效益、真伤效益跟解板能力都非常棒。好，这边就。欸，看他铜虎，铜虎在雷是不是？没有跳，哇！可是我们会死，这什么操作？完蛋了！好像这个打法就一定铜虎是看不到的，因为这王冠怎么可能开铜虎？他你这样打的话，一定不可能开铜虎啊！好吧，那就炸喽！这真的要拼伤害、欸。这真的要拼欸，不开玩笑，而且你炸下一定要水火木，啊，不然伤害会低蛮多的。好，那我来试试看伤害够不够。靠，我这鬼子手转应该也可以过吧。鬼子手转鬼子手转嘞，好看看哦，冲一波了啦。我这天降干他鬼，欸，可以啊。欸，这伤害是不是抖抖的啊？21，太抖了吧这伤害。